简单的开始，因为提示时你可能还不知道怎么下，没关系，你就提供照片就好了，可以齁。好，那28页这个叫做 My Editor， 这家公司其实大家应该都会听过，有没有听过威力导演？都是港经的啦齁，他们也是因应 AI 的浪潮，其实他改版很快哦，他那个工具一直推出新的，很快，之前比较少，然后后来就哇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所以在国内来讲齁，其实以他来说算是还蛮完整的，只不过因为不可否认齁，毕竟人家资本比较小，所以那个可以用的免费额度真的很少。好，来我们点过去看一下齁，来你从这边齁，这里有超链接齁，我帮你各位做好的，你就直接打开就会进到他们家的。好，一样的，你也是要注册一下账号，直接用 Google 授权就好了，这样 OK 吗？反正最难那一关你已经过了啦，剩下的都是 Google 授权就好。好，你就直接授权登录一下。那原则上呢，你每天都会有三点，只有三点而已，所以待会各位呢，你大概只能生成一张图片而已，一到两张啊。那你每天登录都可以再取得三点，这样可以齁，有没有？先注册一下，先注册一下。在这边你有没有发现它的工具在上面这里有很多啊，有商业的，有图片的，有声音的啊，我们主要当然就是图片嘛。好，那你看到图片这边啊，预设一进来，这个就是把你的图变卡通或 Q 版。其实它编辑齁，还有你看这里我预设进来是在这个叫照片动漫画，你也可以把自己的照片变成什么 3D 卡通画，有没有？还是你要变手绘的，这里也有照片卡通画都可以，看你变多少都不要紧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但我们今天第一个任务要给大家咯，各位还记得我们简报第一页不是有一个白板吗？打开之后是不是就是它？各位，我现在只是用 Canva 帮你挑一个哦，这个，所以你第一个任务麻烦你把你的大头放进来，用刚刚那个，用我们的 My Edit 换一下你的大头好不好？这个只是你的代表人物哈，你可以把这个删掉。来，我们试看看，来来来，在这边，那你就把你的照片。如果你没有的现场拍嘛，你的手机啊，你的网络摄影机啊，对不对？都没有了，你来我这里，我帮你拍，看你要哪一种。各位不要忘记哦，我们点数你们应该只有三点而已，所以大概生成一到两张而已，请谨慎使用哈。来，那你先把你的照片先传上去。好，你看哦，我就先传我的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公平嘛齁，老师先做示范。好，来这里，我用我今天的造型，安呢，好，我就看着他，来安呢，大头这样有咯。好，老师自己的我先存起来。好，那我就把它传上去，对，没有的你就现场拍，没有人会怪你。来，你看右手边有没有很多风格，你就点一下，马上套用一下。你看这样就有啊，有没有？这样会很难吗？你就看哪一个你比较喜欢啊，对不对？你有看到那个 try 的黄色的那个，就是属于付费的啦。好，付费的虽然你也可以用，但是它会多一个那个。有没有？会多一个浮水印把你盖住。如果你不介意你可以用啊。对，就看你齁，你要哪一个风格自己点一下。感受看看哪一个你才比较喜欢。比较有你的味道。那我刚刚讲的哦，不是只有这个哦。你今天不喜欢这个，你左手边你看
我的左手边。我们预设的话，应该是在照片，我预设那个应该是照片卡通化。好，你可以把它换到什么？换到手绘啊，有没有？你要手绘的效果啊，这里也有，或者是你要换成那个3D 卡通化，还有照片动漫化，通通都可以。这样有没有感觉到有 AI 来帮忙，很方便？你预览都不用钱哦，好不好？拜托一下，预览没关系的。点一下精灵警察，哎，我看一下这里啊，没有，这边好像就不能预览，你可能要直接生成，就看你啦齁。你看一下哦，有一些哦，它有那个皇冠的，就是付费的，还是动漫化也可以。这样有想好了吗？真的点数不多，你剩下多少点数？你可以看上面右上角这里有点数。好，已经是零了。对啊，你们都是零哦。你按这里看看，来来来，它有一个获得免费点数，就是在你的账号这边按一下获得免费点数，有吗？我记得应该登注册就有三点了。每天登录也可以三点，有没有获得三点？耶、yeah, ，我变六点了。他这个可以累积啦，他这个可以累积，好，所以如果你觉得想要哪一种的，你就把它点下去。好，按生成，这样就扣点了，按下去就扣点了。这样可以接受比较完美或者不完美的你吗？不满意的，反正你就跳过跳过哈。这个都没有提示词的，所以你也不用太过那个哈。反正就直接按生成而已。这样有没有感受到有 AI 帮忙，比你去那个好一点？请看右下角这里，有没有？如果我是这个风格的，有没有扣一点？这样了解吗？好，那你的总点数就看上面这边，上面这里。那老师，你为什么四点？因为我昨天就有先取得三点，今天再登录再取得三点。就是每天登录，他就可以取得三点。他希望你每天都来的，安尼了解不？哎呀，进来，好了哈。哎呀，你不要挑那么多啦。你今麦呢？今麦都安呢？会倒变安怎？来来来，你可以看一下使用前、使用后，有没有？右上角这里有一个，你就如果你按已经按生成了，这里就可以按使用前、使用后这样子。好，那从这边来，你从右上角有没有一个下载？如果你喜欢这一张，你就按下载，好，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。你看，我把它先下载下来，好，把它存起来。好，存起来之后呢，各位，上面这个，你回到我们 Canva 白板，你在这边就可以把你刚刚下载的档案，下载的档案来，我从这里找一下我们家下载的档案，你家有没有？你就按着它拉到这个白板上，这样就贴过来了，这样会不会了？你看这样有没有贴过来的？这样就又拿过来的。啊，好，等一下我再帮你看哦。所以你可以这样丢过来。那如果说你不要背景，请问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如果你有加入我的教室，你点到你的照片，有没有看到上面有一个叫背景移除？在 Canva 里面也是一样，皇冠就是付费的，或者是教育版才可以用的。
所以如果你刚刚有加入我的教室，你就可以用这些功能。你看这样有没有具备好的？大头有没有准备好的？所以你自己的大头自己替换可以吗？啊，这不错不错，有同学进来了，好不好？这头中哎，我。哎，对你点到它，你点到它可以做去背哈。不过这一张去背可能，我不确定会不会是人，还有什么东西会保留下来。对，你可以直接丢进去就好了。这样会用的哈，好，不错。哎，那个原本的那个可以删掉，没关系哦。哎，原本的那个图你可以帮我删掉它哈。我们早上的任务就到这边，这样有没有感觉到？早上我们把 AI 的趋势跟大家介绍了，那也体验了一些 AI 的服务。虽然你现在还没有学会怎么样下提示词，但是即使不下提示词，这样转换也很方便嘛。有感受到 AI 带来的便利性的，好啊，威胁性也是有的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开心的去吃饭吧。OK， 下午我们是。应该是全球我们是一点半还是一点一点哦，一点哦 OK OK 好。